那天在这里喝奶茶，这是哪里啊？我的妈妈。啊，新疆。bạn này người Trung Quốc. Là bạn hôm bữa mà con dẫn đi chơi á. Hôm nay mới dạ mới đi chợ, 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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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ợ làng trài ngoài mướn. Chỗ dưới làm cái kia hả? Dưới làm cái kia hả? Dạ không, mà bạn này con quen chứ. Để thằng công an phường nó đang kêu con xin. Đi rửa khăn cho nó lá xài nó như ngay. Giờ lấy cái vòi nước là chị đó. Mà cần vòi nước là chị đó. Dạ.这个是你妈妈的家。我妈妈的家。哦。来，这个美女的，哎，可我们家用的，哥哥家的没有，好来的。这里是潘切市，然后我朋友的家里，他的我朋友的妈妈的家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这里的房子。感恩。这是他妈妈。这个是我朋友的妈妈的家，然后这里他们盖的房子那个类型都是别墅型的，都装修得很漂亮，然后他们都喜欢有一个院子，有一个花园那样子。你看他这里就有一个小花园小院子。很漂亮。嗯，就这里外面凉快。嗯，是。这里面这个桌子也是你妈妈这里你妈妈家的。我弟弟做的。你弟弟做的。我弟弟做的。哦。他的工作是。这个是石材。石材。他是做这个的是吧？你的弟弟是做这个石板的。你们这里盖的房子好漂亮啊，都是那种别墅型的。走，不美就是走。对。我妈妈在家是追走。在这里面没有啊，很漂亮啊。你们都喜欢有做一个花园是吗？他是追纯人。拜拜。他走了，他去啊参加一个结婚的婚礼。就是参加一个朋友或者亲戚的婚礼是吗？去参加婚礼。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有在路边看到有人在办婚礼，你有看到没有？有，我看到。是去那里吗？不是的。去什么？只要不有什么菜你去到吗？只要这不吃海鲜，其他都可以。都可以啊。对啊。吃鱼吧。好。吃鱼。是河里的鱼是吧？海。海里的不能吃海鲜呢。也不是。对，只要是，只要这。鱼很容易吗？一样的，就是生活在海里的都不可以吃。真的吗？对，有很多人不能吃海鲜，但他们还能吃鱼。那个海鱼，它也是海鲜，生活在河里，生活在淡水那个江里的那种鱼就可以吃，但生活在海里的鱼就不能吃。
开始我们吃啊，OK，我看看合理的鱼呀，这甜饼。就是甜，你知道甜的意思吗？就是有就糖，糖是甜，你喜欢吃甜，对，那你总是吃甜饼吧？不要吃饭，吃甜饼，吃太多也不行啊。烤鸡，可以。好，去吃烤鸡。内部的路。这是小路。小路。